现在是调整过后的第二趟飞行，一样是用这一颗新的动力43K。这次的跑道距离就不用这么长，因为知道它不用那么长的跑道距离就可以起飞了。用3500的电池，一样是3500，就刚刚跟刚刚那一个是一样的。然后全程都是全速在飞行。